许多家庭主妇购买竹笋后，因为笋壳又厚又多，往往一只笋子都要花很多时间处理。园林镇博爱市场有位剥笋达人，从切开笋壳到剥好一颗竹笋，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。熟能生巧的剥笋技巧，让买菜的婆婆妈妈们自叹不如，啧啧称奇。这样剥一根笋子，平均要几秒钟？那两到三秒钟。两到三秒就一根。哎，那平常生意忙会更快吧？那这有什么诀窍吗？没有啊，就下刀要准一点呢、啊。下刀。然后这里轻一点，然后这里重一点，然后这样一下一刀就开了。看你这样好像大概一两秒就一根了。对，正常的啊。而且怎么有办法这么快？因为每天要剥那么多笋子，然后习惯了之后就大概这个速度吧。是啊，我阁袂歹食啊。哦，小哥好食。有啊，哎，这背笋好紧哦。足紧嘞，足紧嘞。啊，几秒一支？好啊，变一秒钟就好啊咧。哦，啊你。我就是手就好啊。啊，你用爱背偌久？好啊，一下就有啦。真的好啦，好啦，谢谢啦。介差真济了，对吧？好啦，对。剥笋子快吗？很快，它剥得很快。钱来得及拿吗？哎，好像来不及拿的感觉哎。啊，你有没有算过它一根要剥多久？大概十秒钟以内吧。客人还在讨价还价时，老板三两下笋子就剥好了，生意越好，动作越快。大学毕业后，34岁的黄显赫继承家业，卖笋卖了8年。从拿起竹笋、切开、剥笋到装进袋子交给客人，全程大约3秒钟，动作迅速，堪称是剥笋达人。公益频道林俊明，园林采访报道。